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修升起次第的时候，我们观想自己的本尊有对身，对身就是在你虚空的前面叫对身，有自身，自己已经修行够了，四不法，四不法的时候啊，就是对身，自身就是进入到行不法，或者是瑜伽步，第三步啊，第三步问瑜伽步，四步行步瑜伽步，瑜伽步你可以自身一弹指，你就成变成本尊。我告诉你，外面观想出来的本尊，跟你自己的身体，跟你这个心轮里面的佛性，三个是合起来是一。你观想出来的本尊，跟你本身的就是你的意识意。你的意，那么那个意跟你原来的这个唯识论的这个意识是同样的道理，根本就是佛性所显化出来的本尊，把它形象化变成本尊，然后入我我入，就变成瑜伽步合一的现象，行步进到入我我入，到时候要自身，自己就变成本尊。其实你自己就是本尊，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身体跟你的根本净光跟显现出来的虚空中的本尊，三个是一样的，一是一，别无分别。你真正懂得的就是虚空中的本尊跟你的身体跟你心轮里面的根本净光，三个是合一的。了解这样子，你就可以本尊相应。那我们密教的方法是观想本尊，你意念在本尊身上，再来嘴巴念着本尊的咒语，再来呢身体结着本尊的手印，以自己本身身体的清净、口的清净跟意念的清净，三者跟本尊完全一模一样的时候，你就变成瑜伽步，你已经合一了，你可以自身一弹指，你就变成本尊。你一弹指，你就变成药师金母；一弹指，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一弹指，你就变成地藏王菩萨。很简单的，你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啊，只要你自己意念跟你的本尊已经相应了，你的根本净光跟你的身体跟外面的本尊完全都相应了，你自己就是本尊。这个时候所显现出来的，在你身上可以跟本尊相应，本尊是随时跟着你的，随时随地跟着你的，这就是相应。你如果接受到本尊完全就跟着你，睡觉的时候也在一起，吃饭也在一起，走路也在一起，穿衣啊，食衣住行都在一起的时候，你这个就叫做相应。相应的时候啊，你修着佛非常的快，很快的，因为你本尊就会帮助你，你自己就会帮助自己，能够把着火升起来，可以把明点下降下来，可以开你的这个好像是说心轮，你就看到了光，看到自己本身的佛性。
这就是密教本身二观三观的心要口诀。